站着别动。你站的地方是客厅，外面是个大阳台，这是卧室，里面还有个大的更衣间，这是厨房、浴室、次卧，可能还有一个儿童房。我想给你一个家，存放你所有的梦想和疲惫。家，我给你。你要爱，我也给你。对不起，怪我从一开始就爱上了你。你敢不敢？